数。好，首先第一件事情一样选到这个内容，然后资料从表格确定，好，一样，这是行政区，行政区我们就把合计给关掉。然后去做转换里面的取消资料行枢纽，然后请把这个改成民国年，先把年给删掉。哦，算了，我合并之后再删好了。可是这个改名字，重新命名，它叫做民国年。这个叫做人口数。出生人口数。然后这个改成数字。改成整数。好，然后关闭，可以吗？这刚刚已经做过，所以我要继续做，把这个的范围选举起来，因为做法都一样。资料从表格确定，它是有标题的，然后。接下来这里面把合计拿掉，把这十年转换取消资料行枢纽，把这个名称改成民国年。这个改成出生人口数，然后改成整数。好，常用底下关闭并套用，所以这一样会有表格一、表格三。为什么没有表格二？其实我也搞不懂，我也没有做任何其他的事啊，为什么他就跳过了表格二？